韩国人气演员金秀贤以《来自星星的你》晋升男神宝座。2017年10月，以现役士兵身份入伍，预计在今年7月退伍。他穿起帅气迷彩军装，展现十足男子气概魄力，被赞连当兵都像在拍画报。近来，金秀贤在军中的照片再一次曝光，军中官员排队打饭，后方一排排阿兵哥坐得直挺挺，准备用餐。有眼尖粉丝发现，站在公布栏旁边的士兵就是金秀贤，他完美隐藏在军人群中，被称找得到的是真爱。金秀贤入伍前没有另外举办欢送会，令许多粉丝感到遗憾，只能从军中流露出的近况照一解粉丝相思情。预计将在7月退伍的他，也让粉丝相当期待新作品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